大家好，我是 Temper，欢迎来到我的抖音知识课堂。好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抖音日常养号的一个养号周期，以及新注册的一个账号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。关于养号周期的话，3到7天左右就可以了。因为你需要让抖音了解你这个账号是干嘛的，所以3到7天的时间是需要的。然后新注册的账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？就是抖音 APP 下载之后，你肯定不会马上进行注册。你在刷的过程中，抖音系统会提示你，比如说双击点赞，然后关注，或者说看同城、向左滑动这些提示，然后你就跟随系统的提示去进行操作，然后一直刷视频，刷个十几分钟后，